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那咱第五首《哪代人》接老一点时间的节目，我是台联党党主席老一点哈。好，来，现在要来讲这个协调型的领袖进程哈。我来先来过来分析这个蔡英文哈，伊的领袖性格哈。我讲的伊领袖较属于太平领袖这种，就是讲你若稳定啊，互伊来做，啊无定等到会当一寡制度面的啦吼，一寡这个老习惯要哪改掉，他做得到。哦，因伊个，即、這个蔡文伊个个性唔是完全是属于讲吼，属于讲无要做代志哦。伊个安乐王个意思，佫无安乐王，就甚物代志拢唔做滴，是放心啊，替别人去做。伊唔是，伊有想要做，伊要做啥？伊做吼，伊能够他的职权能够指挥的啦。嗯，安尼讲啊，即若要讲安尼啦吼，就讲权力比他小的，伊话会行啊，伊哦。你看伊嘛足坚持啊！你讲这个年改这嘛是会得势人，伊嘛是甲改落啊！吼，啊你讲这同性恋的什么同性什么这，伊嘛是甲推动落啊！吼，但这吼，基本上伊就是推动迄种伊感觉伊他的权力吼，伊的这个权力范围做会到的，伊会哦，我那未使讲伊无带杀气哦，一样有杀，而且他未讲别人家讲啥伊就改变，他不随便改变主意，他会埋头苦干到底。这个埋头苦干吼，所以变作有当下变缺点个啊！啊，你唔对的代志，你一直坚持了，到尾也是变歹啊！吼，啊你啊唔对的代，照讲你呐，会使讨论的，你听大家讲，你才决定要安怎做，卖讲靠一意孤行，咩变作一意孤行啊！吼，这个一意孤行的人，基本上伊嘛是有伊决心啊，嘛是有伊决断力啊，但是伊都第一点对伊有材料操作较少的代志，伊才坚持吼。那拄着比较强诶，即就我之前捌讲过一个概念，遇强则弱，啊遇弱则强，就像伊小姐的个性，即未使讲伊无杀气，但是会慢慢啊变啥，哦，你对外变做大家，啊即头先即啊无，哦，惊死惊啊即无够力咧对抗中国显然不够力啊，但是对内吼有条内要压牛，我感觉还不错哦，嗯，即种领袖个你，即唔是完全叫做。太平啊，也是讲是太平领袖，但伊唔是安乐王啦，唔是讲什么事都不干哦。安尼听了哈，但是这蔡英文的个性，但是这个个性讲实在话啦，你若做哦某一个局部的头人哦，比如哎派你去改革这个哦法务部，本来也做得袂歹，派你去改革某一个小部哦，一个迄、那个一个议题都要改变哦，派你做这个哦，你可能会局方面大员，你也做了。不错，还是讲无聊，会做了别生意。做头人吼，这不是安尼。做头人你就啥，遇强则强。中国做歹哦，林北比较歹哦。啊，你部下说领导这群人内底有一挂较弱的、较微小的声音哦，还是讲你会听，你注意听大家意见哦。前天咪在共同就讲个魏征，甲这个哦，这我讲过来，甲唐太宗、甲李世民，魏征其实是一经一个是。伊真个头家就是李世民的敌人呢，就是伊阿兄建成太祖，而且魏征做建成太祖的幕僚是古来三番两次建议这个建成太，你七八阿舅这对李世民老家大要爱先个斩掉。照讲啦，李世民做皇帝，看这个人也在话，嗯，看你古早建议要我死啊，恁爸怎么做皇帝啊？无你死啊，真奇怪。这李世民这个人足奇怪，伊就想，哎，你也对你的古头家遐死忠。我今嘛老在，甲你收起来做我的，做我的新部下，啊，应该你嘛会作死了。怎用这个概念？哦，不然怎变魏征吼？所以，李世民做一个佳话，唐朝一个做好地方，伊意见定来个，伊不但是袁修人一边来，会无聊，过来佫是意见定来个，这是李世民袂啊。李世民嘛是热气气，干嘞嘛是在中央，哦，这就变作会当听到无个，把那个。你可以让他死，你却不让他死，就让他活着，而且提供意见来给人。哇，这个厉害，这是性君明主的这个哈、哦，基本上的这个角度就是哈、哦。那蔡总统也角度就有点跟这个相反的，讲你哪一条哈来拜托我的啦？你什么意思？搞要你比我较烂的哈、哦，我就看你噗噗，等于我拄着坑的，但是我就丢伊啊。在哪呢？啊、哦，这个。太平王哈、哦，那么那个讲到第五项，这个你们讲一个标准就是王金平这种型，啊对吼，协调型领袖，这协调型领袖，我一家己吼，这多
甲蔡英文也无共，甲迄个吼成吉思汗、李世民这也无共，吼、哦、一种是有杀气，啊个敢于外抗强敌，种强势的领袖，这有点有淡薄仔是魅力领袖去啊。吼、哦，对咱同辈同辈也再来讲，但这个乔事情的领袖，对讲吼协调型的领袖，伊啥？伊本身吼、哦、人缘真好，人人好，啊，这个也甲伊吼。啊，有联络，啊，迄个介有往，啊，伊也无得死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介做伙吼，介吼礼数介搞拢有搞，吼、哦，未得死人，啊，无分党派，大家拢是朋友，吼、哦，就是这种协调型领袖的有这个特性，伊较未吼，较未事先先甲你分敌我啦，讲较简单嘞吼，啊，你我就王金梅个性是一点吼，无一个角度看，这有哪作特殊的吼、哦，就讲他一就照讲几乎没有敌人。啊！大家包括你讲台联党迄种啊，甲伊有接触，伊嘛真热心哦。哦，有需要什么，伊帮忙伊就帮忙。哦，啊，伊若有需要什么台联配合，伊咪来。哦，但安尼好好讲来讲啊，台联也咪来直接吼。我想讲上简单的就是 M503这件代志吼。现在台联是托坚持分离，这阿强啊要甲航线未来甲咱海峡中线二一点尔，这点未来还得了哦。咱是台湾啊，台联三个人啊，三个社畜尔，啊挡袂掉边啊，只有用吼、哦、人肉战车，然后去把连来白白，然后甲迄个吼台，甲迄个演讲台甲包起来，无爱互你演讲，吼、哦，啊这王金平安怎处理讲啊，卖啦，你安尼是变来开会啊，浪费百姓这吼。哦但台联这坚持嘛，未使讲无理啊！你靠，这台是乌班，他会使讲你要话啊，就话咯。啊，你无起码咪嘛，甲台湾坐落来讨论一下你才话。尾下我得到一个结论，就安尼，咱三个党团，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台联，先签一个讲，阮反对迄、那个无经过台湾这边的同意，就家己话未使。民意台湾的民意啥呢？你阿强啊，虽然无你信道理，什么地方你无了，但伊看上啊，这是民意的部分啊，这不是。哦，迄段是马英九你做总统啊，马英九是铁定不会有意见，但是民意安尼吼，定下要话咧嘛，敢那未输伊甲民意，强辉啊甲民意你对看好了咧，即届怎放你煞吼？迄届怎无话呢？2015年的时候，我咧看到2017年吼、哦，这个台湾虽然民众过半哦，实在力量五十哦，真的吼、哦，这个哇，结果煞等到。2018年1月7日时阵好通过，咚一声通过，强辉也无咧出声，你民意拢无声音嘛，也无人反对啊，吼、哦，啊民意拢有点点啊，嗯，啊即阵三个代人反对，规个只好夹夹过来反对，啊什么煞无，吼、哦，这个吼，这、哦、真正你若有反抗的精神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反啊叫势力帮势力对作险的，吼、哦，啊你也无反抗的精神，都死死定点嘛，差不多，哦你提到70席嘛无好，67席都过半过10席去啊，嘛无好。哦，挡也未掉，乱来哈、哦。就是咱你讲的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太平王哈、哦。好，啊，这桥代志我开始讲了跳针。这个桥代志，迄届就是王金平出来桥，伊尾也想想，啊，你好啦，恁呐愿意哦，大家党团因为这嘛国家大事啊，事实啊，你无尊重台湾，啊，大家卖讲分国民党、民进党嘛拢未接受啊。好啦，大家拢来签一个讲无经过。这个台湾的党员反对签、哦，啊，既然甲两大党拢签，拢配合台联的意思，意思搞得好，安尼你话切掉，对嘛？结果台联只啊，互伊讲者安尼嘛，算咱有抗争了，结果啊，你都大党的拢对阮的意思签啊，安尼算嘛有成绩啊，吼、哦，阮怎提？啊，哎，啊签嘛签过啊，结果有效无？有效，啊，叫我至少伫2015年唔敢背这个行线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其实这个。超代志协调王、协调王这种角色，有那有伊的，哦，有那有伊的优势，但是问题来啊吼，伫这种乱世里底吼，这种物件吼，你不够强势啊，你要人人好的结果啊，就是哦，无一个始终，无一个足大的力量吼，无一个无带杀气啦。咱讲这个古早人咧讲这个吼，要做君王的，要做这个好的将领吼，一定要有带杀气，杀气有诶拢做过头就是太凶济人，迄个杀气太重。啊，有的人讲，感觉该是敌人也是敌人啊，该打架就打一架，该打一仗就打一仗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哦，啊，无就他拢逐项听恁的，听恁的我是算啥？迄、那個、主导性很容易流失，这就是哦，人类的时空内底有哪有一挂有的时代吼，啊，大家势均力敌，
无桥煞袂使，尾啊怎啊有这个协调性的领袖出现？我那有啦，但基本上哦，这吼尾啊要得到江山较困难。吼、哦，咱这段时间我来休困来，再进入最后一阶段。